你是摩拜？不是，你让位置坐，你让位置坐。啊，这是一个严重危机吗？先生，您先静一下吧，女士冷静一下。你站开一下。先生，这样吧，你再不撒尿，我就不走。你好，女士，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，然后我们那个需要对号入座，先生可以先。嗯，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我帮你解决，你先要不到后面选的。啊，没事。你把那个导游撒尿。是我坐飞机从北京到深圳。 在江西这个飞机上停一下，我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女士占了我的座位啊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坐我的位置？她说她晕机。我说你晕机，你坐到我的位置上就不晕机了吗？然后她态度特别恶劣，我就叫来乘务员了。我说你这处理。你把手机拍什么拍呀？我给你发抖音上，让你火一下。不可能！<笑>你得按自己座位坐。你不撒尿我就不坐。 然后最后他这个女士引起了这个客人的愤怒了，跟前坐的这个好多人都说他不好意思，然后最后那个乘务长过来了，说是你要是再不让，我们就报警，啊，他可能也是害怕了，然后就让他。